在是对着夕阳在开，这种好不舒服啊，好刺眼。虽然戴了墨镜，但是呢还是有点晃眼睛。太阳落山应该要接近九点吧，现在八点半，应该落山要九点半吧，还有一个小时，所以我准备待会到前面服务区就不开了，开着眼睛很累。哇，这边太美了，这外面应该是国道吧。哇，看着这么美就好想去走国道啊，等我到了一零之后就开始走国道了。半斤在车里，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呀。我看了，要么就炒饭，要么就炒面。我刚刚看了服务区的，全是面啊炒饭啊，而且都是25-30啊，也不是说价格，感觉它的分量很大，所以我今天又来自己做面，但是我做不一样的面，我做那个叫什么意大利面，就是这个面啊，一袋，就这个酱料和这个就没了。这个超简单，就跟吃方便面一样，然后泡一下，然后把这个酱放进去就完了。我试一下，我弄了一点西红柿在里面，准备了个盘子，好像可以把它扔进去了。我可以叫它意大利方便面吧，还是脆的，不能擦，擦了就把它给擦坏了，擦碎了。哇，闻着好香啊，有颜色哎，感觉像炸过一样。哦，是我的西红柿的颜色。就等着锅里的面啊，感觉可以了吧，我关火了。酱，哇，希望这个酱很好吃哦，感觉这个酱分量还是挺足的。哇，这个黑乎乎的，闻着好香啊，就像牛排上浇的那个黑胡椒汁，就那种香香的。只是吃起来应该没有那个牛排的香味吧。好吃。哇，晚上吃面这样又没法减肥了，哈哈。来一口，少一点，一大口好像不行。这个是真的很好吃，我把这一盘吃完了再吃这个新疆的葡萄。全是这个酱汁的味道。锅刮干净，是不是喝了太多的汤了？喝精光了，啊，这个也精光了，继续吃这个。哇，这个一串一串这样吃太爽了，4块钱一斤，而且没有籽儿。再吃这个啊，要歇一下，现在有点撑。哇，这个肚子吃肥了。